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啊，先玩第三就好了。我没事啊，就三就好啊。你知道我们刚玩四人，结果进去只有我们两个。你说游戏闪退还是？没关系，你还有机会进来。我刚才耍一群大陆人，超好玩的。现在几点？有啊，你现在在游戏哪个阶段？没有，我们跳比较后面就好了，不用担心。伐木场，伐木场。打完伐木好场，就再看圈有没有让我们进的。这么偏僻的、啊。没有啊，要等尾瓶嘛，对不对？我是觉得二倍不好用哎、欸。二倍，我觉得二倍超好用。我那个上一次才二倍十杀十，我在二倍神经，真的就没什么屁用了，真的。没有，但是你四倍压枪，我四倍压枪距离太近了。但相对的大地，有一组，一个人还一组，我不知道。有一队啊，大三一队。要大仓有一队啊，兄弟、啊。哪一个大仓啊？我这里。OK， 你小心点。那是我吧？哎，过来，三号的有一队，三号的有一队。干太，没事，我一直跑出来。我这里有拿到枪吗？有啊。那就好。我看到。在大仓里面，一个 rush 我，倒一个，第二个也要 rush 我，fuck， 我没倒他吗？尴尬，真的超尴尬。我刚，三只在那边，三只在我死的地方。现在剩两只。Nice。还有一只，在拉人。跳上去。就在树后面绕你来看。我看他超屌哦，他很恶心哦。Nice， 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在那边对面呢。先拉他，还能拉吗？
干，有一副被射了。没事没事，他往右边，他要往右边绕喽。搞一滴血不能打。走啊！啊！走吧，回去。跳延长，哎，跳到吗？应该跳到。我们跳延长哦。啊，伟平，你干嘛消音？你干嘛消音？干，靠腰。哎，有点。怎么？刚有人在用吸尘器。哦。我太早跳了。是吧？有人在，豆豆在你头顶，你看几个？我看到一个而已。别死啊！应该是还可以。在哪？在哪？在仓库吗？原地。OK OK。小心哦！我给你看到在哪 ？OK OK。同一边吗？我倒一个。你外面的是哪边？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不是，我刚刚全部扫一下，为什么？没事没事。我倒了一个，我倒了一个，我倒了在那个小街那边。不是，左边 rush 来一个。干，为什么没有跑出来？没事啊，我们先退，直接退吧。有刚点右键，他没有那个哎、欸。对，我刚二倍镜没有跳出来。
那我就不知道。走吧。欸，我看过嘉伟 SKS 拿红点欸，他那个很恶心啊。对啊，干得超扯。他那个跟 Shroud 拿那个 SOR 跟 SKS 还有 Mini 那些一样啊，看那个。哦，我知道那个 Shroud 25杀，欸，是25杀吗？反正他那个UMP 6倍镜，那个距离很恶心。啊，就是 UMP 蛮好压的，但是6倍太扯了。我没试过 UMP 四倍，我一直以来 UMP 都用红点，还有全血。我连二倍型都没有，都没有用 UMP 压过。我们就挑一个很直接的。好啦 ，Bravo， 没事，我们去 Bravo。对啊，干净。你们三个一起的吧？啊？被你发现。这主要是你们意见也不统一嘛。敢直接开嘴耶？还行。他说我们三个一起吧，然后我们刚不是经常打架在标点吗？然后他说我们意见不统一。好啦，那个我们等一下打完这个城就开始打他啦。没什么好说的、啊，我们意见不同，就先打、啊。我们意见很统一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没人位，对，而且我降不下来，这么刚好。哇靠！这边竟然没人，我怎么捡到药了？有把 UMP。哎、欸，啊，就决定这样打了 UMP 加卡酒吧。我还没有拿到包包欸，包包的话你去楼顶上看看吧，我现在是找不到背景，有点痛苦。哇，那么嚣张，然后卡酒吧。欸，这上面有个半截尸。啊，你要七六吗？我是还好，打卡酒吧应该是不用太多。我怎么听到你弟在上那个线上课程？哦，难怪我这是 sin cos cos。还可以啦，不会太影响。
要不要98K？ 有了有了。好，我要我要。他差不多也有。是啊，我操！在三号这个里的楼顶。来了来了。跟我猜吧，七点六丢了。那个也不需要多少啊。你在哪里啊？他们楼顶，以后不要来。什么扩容？有，我帮你捡的。这店什么都要，我操他妈的，什么破店？看太惨，穷爆了他。什么都缺。那身上有扩容。扩容在我这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Hello。烟雾弹记得捡。对呀，烟雾弹多到疯了一点。我现在没什么。哎，帮我找九毫米子弹。在哪？啊，被禁了。耶，第一个。那我继续找一下。一号那栋顶楼 ，OK。为什么存血啊？奇怪。你们有急救包吗？没有，只有一个。是收完了。最高只有二倍。哎、欸，他的冲锋枪又可以改那个。我98 K 挺差。其实我觉得 SKS 不差。SKS 拿红点。想当家伙呀、啊？走吧走吧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收完了。靠！我一往前跳，这个撞到杆子掉下来。我射屁股还没到。维平你要吗 ？M 四的。啊 ？M 四屁股。那个先留着，留着，留着，留着。有没有急救包？有没有急救包？有没有急救包？没有。我们先去三仓那边吧。干他不鸟我哎、欸、妈！没有，他可能也没有啊。走吧，我们先去三仓那边。三仓那边应该会有。我看那二级甲，我操！还有二级甲，哪个？有啊。OK， 我有了，我有了。我需要啊！哦，你要、啊，那我来帮你找找。对对。他要二级甲，二级头。这边有一个二级甲，这也有一个四倍镜。那个多的四倍镜要不要？别让我丢了，我本身就……对对对。三号，找一号。那个刚刚那个 M 四的屁股还在吗？还在吗？一号，在。到那给你。OK。不是有四倍吗？四倍镜，我有了。四倍全部丢到仓库这里了，自己来捡。有两个大的在地上，哎、欸，帮我留一个，帮我拿一个，这有烟，帮拿一下。
对，我这边有一个。丢了吧，丢了吧。我这有补偿器，不想补偿。那我也帮你找找。补偿在房子里。我们的补偿会有效应，你们要哪个？哎，帮我留个四倍。你们要五点五六吗？不要我就丢了。在最开始，往右边，往你右边看，这边，我指的方向 ，Hello， 和平，二号指的方向，340，你们有多的弹夹吗？哇，走吧。在哪啊？啊，你要什么？哦，不一定是杯啊，我可以加一下。你要酒，要酒。哎呦，好。打一下。拿吧。你丢了什么？我把我九八 K 丢，我把我九八 K 丢出来，然后他要涂装，他要涂装。对啊，超北西。没有，我没有买箱子啊。你有买箱子吗？你们要二倍跟三倍吗？对。哦，天哪！术后送一枪。术后还有一个。OK， 我知道。人家服务员，二楼前面的树那里有一个服务员。树那里啊！都死了。开枪！我操！吓我一跳！然后，对，有一个技能包给我，我一个都没有，给我一个就好。过来这边有。我怎么听到庄瑞的声音？别智障啊！庄瑞是不会来的。庄瑞说打这个头好晕哦。阿龟，你有几个急救包？啊，两个。一号你有几个急救包？有啊。冲我一个。好的。走吧。你们缺饮料吗？我有很多。我也有很多。
不过看好了解说一下。走吧，我们去山头上。旁边没人搜哎，找一下。在搜吗？搜啊搜啊。看到二级甲说一下啊。好好好。好好好好好。OK， 给你过不行吗？哪里？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前面，这边。嗯嗯嗯嗯。哪边？哪边？他可不是在你前面。我没看到啊，还是被捡走。哎，没事没事，算了。没有，你捡走了。哦，我捡走，我捡了吗？你捡了。靠。哦，好 ，OK， 懂。没有看到人吗？要拿什么枪啊？哦，他拿卡98跟 M4。卡98跟 M4 啦，谁 M4 啊 ？M4 也太屌了吧！哦，玩第三人称我二次，好不习惯，好久没玩了，还不错啦，刚刚打起来的体验，有种卡视野的感觉。小心房区有人，可能会有人。有声音，有声音。妈的，连个一级甲都没有。你现在是没甲吗？快快，还差一点点那级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撑着点。看这急救包是很难找的，死妈的！边他，你绷带拿些吧，这时候拿些绷带了。哎，维平，维平，该走了，该走了。哦，庄瑞，庄瑞，你就说庄瑞在吧。我刚突然看到，然后庄瑞咳嗽声，我就说庄瑞。我想，哈哈哈。他妈，那我刚刚说他坏话的，哎，我刚说你坏话，你有听到吗？啊？嗯，啊，他没听到，他没听到，他没听到。怎么没听到？二一五，二一五。前面房子吧。房子在上面。他应该在山丘上。开玩笑。山坡上，山坡上，小心，小心。算了，我们卡了吧，他们要进去了。看到了，在石头那里，两百方向。OK OK。妈的！我操！我们先去前面那边，前面那边，
去 W 这边 ，W 这边有很多石头，掩体比较多。哎、欸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280，二八零，二八零。跑屁股后面来人了，再跑去后面。285，往左跑了。好、啊，现在来了啊，小心一点啊。死了死了死了！救救救救！搞这里超危险。美颜，美颜。我有，我丢了，我丢了，丢。搞待的地方超级危险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三头！人家是我，屁股屁股屁股，看到了。What the fuck！ 要救个，要救个。六五六五六五。要救！干！干救！我前面有一个、哦。我前面就有两个人。Fuck！太扯了啦！干，后面来人，结果他没有把他解决掉，为什么？嗯，结束吗？结束啊！你要玩吗？哦，好。上线吧，胖子。要。走吧，走吧。跳哪？跳派男好了，要不要？
OK。我听到伟平爸爸。